在形容咏春拳浏览之广烈之多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咏春拳为南拳中的一种武术之一，是国家发掘保护的武术品种之一。李小龙将咏春拳推向全世界。广东佛山童男老先生将咏春拳发展到有形无形之中，随心所欲之境地。心所欲之境地。咏春拳为内家拳，一招一式都发自内力，都发自内力，以意引气，以气达到以气达到以气合一，具有极高的散打实用性。广东佛山童是咏春拳套路有初级套路小练头，中级套路寻桥，中级套路套路标志，高级套路。套路有蝴蝶双刀、黑海套路双刀、横式咏春拳独有的武人装练法，是绝技武术爱好者不可多得的武术套路。